因枪炮等案遭通缉的潘姓男子，自夸逃亡期间曾遇20多次拦检，每次皆顺利冲撞警车突围，只是这次却踢到铁板。上周因违规停车被警方巡逻车前后包夹，嫌犯一度冲撞警车企图突围，仍遭悍警破窗制服。加东西啊！我这不好，拍谁？啊，拍谁？我这里。应该你可以剃头，可以不看物件啊？你叫，你叫快！我没钱买了。我你把过来。控制，控制，控制！你给谁管？我不管你啊！你先走。废话。先走。过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先跑，先开。没钱吗？没。没钱啊！开。没有啊，无什么咯。你并排，你违规停车，你并排有什么咯？你有信保通知的。好，啊，你也你有通知咯。